煞找过，才知影什么是生活。北风若落山，水牛着爱歇睏，落山风的土地，惊着阮生活的风飞沙。不管海风安那吹，半山的红枕头，点点美丽涂脚头，来甲阮咪相吹，好嘞嘞，辛苦苦，做事人啊。咱来秋天的风飞沙吹过，不管海风安那吹，百年的故乡，同款点点啊徛伫遐，唱彼段思乡语，好嘞嘞。做实人啊，等待冬天的落山风吹过。吴先生，准备一下，待会要进手术房喽。好，干啥？没啦。你鬼妹无困哦？哦，困未起啊。就已经要动手术啊，但唔好休困啊。你一定可能有白相吼。这哪是有白相啊？咱厝内底代志安尼多，我若是万一……好啦，我讲无代志就无代志啦。即摆医学这么进步，你着放心交予医生啦。是安尼讲无毋对啦，不过……啥物都莫讲啊，你着放心去动手术。倒位嘛袂去，我伫外口等你出来。
啦。啊，是开什么刀啦？心脏啊。哦，心脏吼，迄大手术啦，无遮紧啦。我看吼，你还是先回去休困啦，较等下才来就好啊啦。袂用的啦，我答应阮翁要直接带，倒去嘛袂去。你哪个感情遮好？平常时啊，甲伊搭嘴阁冤家啊，叫伊做一个健康检查，伊拢无愿意拖拖刷刷，气也无啥物惨。伊即马伫咧手术房内底，我阁烦恼甲一暝都困袂去。哎呦，翁仔某就是拢安尼啦。啊，是讲吼，你嘛着爱甲你的身体顾好啊，毋则有气力通去照顾恁翁。讲着照顾你哦，其实嘛爱怪我。伊今日比较安尼，我妈负责都爱支持。安怎讲？有时阵啊，我拢无闲到这暗的，只我才回去处理。伊饭嘛无好好啊吃，忝啊毋知要休困，今日才比较安尼。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啦。迄心脏会出问题吼，足侪原因的啦。除了讲迄食物件的习惯吼，啊，佮有迄个人的体质吼，拢有关系，拢有影响啦。这我拢知啦，医生拢有讲过。只是我感觉，那平常时我有加关心伊，伊今日嘛袂变到安尼，拄着即款的代志。早发现早治疗，啊，无这种病哦，迄拖累哦，迄效果会足恐怖的呢。平常时无做啥歹代志，妥善应该无比啦。会啦会啦，你放心啦，一定会啦吼。请问陆根山家属是？嗯，我是。啊，手术已经完成了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待会病房会一旦恢复室，所以不用太担心哈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跟你讲的吼，没有问题啦。讲要转来，到即马啊，看无钱影食。有啊，伊阿公嘛无看到人。实在真麻烦，一寡代志哦，拢无用未完。我村长啊，你先去无用啦，叫我来等就好啊。安尼哦，安尼就歹势安尼。无要紧啦，我常常你放心。这无问题啦。嗯，好啦，我一寡代志无处理哦，袂用的啦。啊无哦，只好交代你，拜托你。啊，你若有啥物代志哦，随敲电话我，我马上过来。好啦，感恩啦。落来啦，落来。你好啊，我是朱姐志刚，我叫张景云啊。我知影啦，顶一届村长有敲电话甲我讲过啊。安尼就好。啊，你做工课会真无闲吼。啊，阮囝咧？啊，你放心啦，
因拢真好，该读书的吼拢无耽误，只不过住伫阮家啦。你是毋是参照社会局共款，嘛是想要甲我甲阮囝分开哦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送去寄养家庭啊。啊，无啦无啦，你误会啊啦，阮的想法都甲因无共啦，阮是想要甲因送转来。送转来？啊人咧？啊囡仔咧？你先莫紧张啦。甲因送转来之前吼，我有一挂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啦。啊，这拢是为着囡仔好，请你爱相信我。你若想要问啥，你就问啦。我知影哦，你平常时开拖拉机真无闲，所以囡仔就放予阿公照顾。不过问题就出伫遮啦，我已经来过足侪摆啊，伊常常无看人，你敢知？唉，伊一定哦，是搁走去世界啉烧酒去啊。所以这个情形你嘛了解吼、哦？厝内底无大人，囡仔搁遮尼细汉。你嘛放袂落心对无？啊，都无法度啊！啊，你嘛知影这头路无好找，总嘛爱有人出去赚钱啊。对啦，这件代志哦，阁算好解决。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搁较严重啊。啊，是啥物代志？我看到囡仔的身躯有伤，伊讲是你拍的。对啊，啊，伊就真爱偷摕物件。敢讲我无应该甲教示是无？这哪会当怪因啊？厝内底无大人，身躯阁无钱，家己巴肚枵到阵拄煞，阁爱照顾小弟，你叫伊要安怎做啦？对啦，偷摕物件就是唔对，不过咱嘛爱好好啊教，用怕的囡仔会予伊阁较讨厌你。阁再讲，囡仔会安尼做？咱大人毋是爱负真大的责任啊！老实讲啦，我嘛无想要安尼做，啊，不过就是无办法啦。你敢知恁安尼做吼，代志毋若无解决，阁可能会愈来愈严重呢？啊，阮做工的人哦，册读无济啦，若是无用拍的哦，是要安怎教囡仔？啊，我安尼做哦，嘛是为着伊好，若是无甲教死哦，后界是要安怎踮咧社会上甲人徛起咧？你的心情我了解啦。而且哦，我平常时阁真少伫厝的，伊阁无妈妈，若是无用拍的话哦，伊哪记会牢啦？哈、啊，借问一下吼，阿姨妈妈即摆是？唉，拢已经过去的代志哦，无啥物通好讲啊。无要紧啦，只要咱吼真心想要解决。办法就一定有诶，毋是一定爱动脚动手。你爱相信，阮大家拢会甲你斗相共诶。咱头一摆见面，我嘛毋知你会伫厝住偌久。来啦，这是我的电话甲住址，你随时会当来看囡仔。对啦。啊，因敢无甲你惹麻烦？因兄弟哦，拢真乖，真捌代志啦。我先来走啊，你搁想看卖，若有问题吼，咱再过来参详，哈。哎，请稍等一下。多谢你啊。煮给弟弟吃。哦，你是真正会晓照顾恁小弟呢。
当然啊，我就一个弟弟尔。啊，真侪人嘛，干那有一个小弟尔，啊，无亲像你照顾才这么舒适啊。迄是因为阮妈妈有交代过。你妈妈哦？嗯，阮妈妈两年前离家出走之前，有甲我交代过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弟弟。啊，你照顾到这尼啊好，你妈妈回来看到吼，一定会真欢喜的啦。伊袂回来啊？你哪会知影？我头先隔壁伫咧讲，讲伊已经甲别人结婚，袂阁回来啊。阿辉啊，不管哪咧讲吼。伊永远拢是你的妈妈，你一定要相信。有一天吼，你一定会见到面的，哈。我嘛是安尼想啊，到时阵我一定要甲伊讲，讲我甲弟弟照顾的真好，伊会使好好啊放心。嗯，真好，真乖。哼。阿姨，安怎？你就是我妈妈。我船长呢，啊，连我都唔知因阿公走去倒，讲一句较歹听的啦。即款阿公是要安怎让囡仔通外靠呢？因阿一啉小酒醉哦，连伊家己伫倒都拢唔知影。就对啊，啊，恁安尼一直将囡仔寄伫遐，寄伫人厝内，虽然人无去嫌，也毋过安尼嘛毋是办法啦。这哦，我当然嘛知影啊。啊无哦，我看只好哦，搁较进前同款，咱找一个哦较好的寄养家庭。唉，这无效啦，因若知影我无伫个哦，同款会带阿弟仔偷走转来。为什么？啊，都转来等伊妈妈，伊相信伊妈妈会偷偷啊转来看伊啊，只是哦无方便出面安尼啊。代志会无甲变安尼哦，可怜着囡仔。唉，即摆哦，讲遮拢无效啦。我看哦，我还是想赶紧想办法较要紧。办法毋是无啦，这都要看你啊。看我？对啊，你即摆重大的问题就是，也要做事，也要照顾囡仔，啊，迄毋较简单。啊！你著带咱庄内换一个头路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咱遮阁有啥物头路通好做个？我已经哦替你问好啊啦。啊，咱庄内起厝迄个阿贵哦，伊需要一个做水电的啦。啊，你较早毋是捌做过水电？虽然讲哦，钱无像你开拖拉机遐尼济，也毋过哦，至少你会当住厝内，毋免四处走。以后要照顾囡仔，安尼就无问题啊啦。啊，敢真正的哦？嗯，我骗你要从啥啦？阿贵哦，还搁咧等我的电话咧。若袂，你着爱较紧的哦。嘉玲哥。无啦，啊，经过哦，这么大个手术哦，啊，这恁哥食起来，滋味拢无同款呢。恁哥就恁哥，有啥物无同啊？迄滋味无同款哦，毋是因为恁哥，是因为心情啊。食物件就食物件，
搁还有啥物心情？有咯，以前啊，我摕来就食，啊，饱饱的就吞落，啊，就感觉哦，活着就是爱食，嘛无想啊多。不过，即个手术了后，拢无共款啊，就敢若哦。天公伯，佫予我一次机会，我煞毋免好好品尝啊！人就是安尼啦，无经过难关，就毋知影要顶上。手术真遗憾哦，我佫紧张到拢睏袂去。我著一直是咧想讲哦，啊，万一过程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啊，恁是要安怎？好佳哉哦，结果一切顺利啊。人生就安尼啊，距离一个难关啊，有法度过。有机会伫遮食冷糕，若无法度过，就只好讲再见啦。这就是恁常常咧讲的，是明仔醒来，也是无想醒来着。嗯，人生有足侪代志，你无法度先去想着，啊，不过有足侪代志拢应该先预防。那有遐尼简单呐、啊？嗯，本来就真简单啊。像你即届加载哦，啊即届啊有劝你来检查，紧动手术。那无，等发作才来病院，可能你连坐恁遮食恁个的机会就无。你安尼讲，嘛是无唔对啦。谢天谢地，不过最爱感谢的哦，就是柏莲师姐你啦。还讲迄有诶无诶？以后吼，也是爱注意家己诶生活起居啦，身体健康较要紧。总讲一句啊，生命有限啊，爱好好把握时间啊。想要做啥就紧去做，以免以后后悔啊。早就出院啦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哎呦，开心脏不是小手术呢，嘛是要好好保养啊，唔通伤过操劳啦。我著甲伊讲过几啊摆啊，叫伊好好休困，等身体较好啊才去讲。伊拢讲袂听，可是工课伤多啦，无赶紧开工袂用的。哎呦，工课哦，是安怎做拢做袂了的啦。就是啊，爱着劳碌命啊，做袂起，哪有法度？辛苦半世人吼，拢到这个年岁啊！你叫伊吼，啊想较开嘞啦吼，啊放手互少年人去打拼。伊若真正惊无聊，会当找一寡有兴趣的代志来做嘛。我哪有无讲啊？我着叫伊退休了后啊，对我来做环保，伊也无讲好啊。伊的农业事业吼，伊唔敢放。哎呀，那是因为还未找到有兴趣的代志嘛。你等你看好啊，等伊找到哦，你想要甲伊挡哦，拢挡袂掉嘞。伊对啥物代志有兴趣哦，随在意啦，我才无时间插。啊对啊，恁两兄弟的代志处理安怎？啊，明仔因就要回去啊。安尼真好啊。啊，因爸爸毋是无伫处理。哎呦，伊决定要死头路啊，无要开大卡车啦。伊哦要留伫乡村哦，甲人学做水电。安尼真好呢，囡仔就有人照顾啊。嗯，就是啊。
啊，阿英阿公诶，拢有找着无？有啦，昨日村长哦有敲电话给我啦，讲伊去山顶门找朋友，哎，回来时阵吼，水茫茫，规身躯敢若剩十块尔呢。无代志就好啦。 个人的卫生哦，爱注意，听下无？我知。啊，也要记得刷牙哦。啊，困进前啊，起床要刷。啊，物件食了嘛爱刷。啊，弟弟若袂晓，啊，你会家教。阿姨，我会记得。真巧。来，干嘛？啊，阮阿辉那遮尔缘投啦。阿辉哦，你若接登记哦，就无搁甲拍，你也较好性地教囡仔，较温柔。来啊啦！哦，阿辉啊，哦，啊你装起来哦，打扮还搁真缘投呢。哎呀，淑姐啊，啊，真感谢哦，你这段时间的照顾。哎呀，莫安尼讲啊，小可代志尔。来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甲因好好照顾的啦。囡仔吼，健康快乐上重要。 你若是有问题吼，阮才随时欢迎恁啦，哈。哎，啊时间差不多啊呢，咱好转来去啊啦，书记啊，多谢啦。哎呦，你嘛辛苦啊啦，多谢。阿辉啊，行，甲恁爸爸转来去。阿姨再见，再见。哎，阿辉啊，要记得再来玩哦，哈。 阿辉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哈，差一点啊，就袂记你啊！来啦，这予你吼，佛祖会保庇你健康到读册，哈。阿姨，多谢你。阿辉啊，你爱好好听爸爸的话。 爱认真读册，做一个好人，知影无？知。阿姨，多谢你。没。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叔叔，多谢你。没啦，再见。来，上车啦，谢谢啦。来，来，请。再见哦。叔叔，阮先来啊。阿辉啊，再过来佚佗吼。 安怎修理会好袂？会啦，这台哦修理了哦，佫最用，最好用的啊。啊，当时会好，想讲这两天啊，好天了，我买田来，我来翻土房，我就拿来落种啊呢。安尼哦，啊无后礼拜讲会使？后礼拜？你较早拢一两日就好啊呢。哎呀，以前哦身体无够强哦，啊较忝嘛，我嘛唔惊，啊你若是赶，我不管是哦，嘛会变后日啊，可是嘛哦。 即马，哦，我有听讲你最近人心脏手术，即马较歹心，拢唔差我哦。老朋友啊啦，你嘛较好心诶，莫遮赶好无？无安尼啦，我五日来完成交你，安尼敢会使？啊，五日来你敢会受累啊？袂啦，啊感谢你诶体谅嘛，我等下要叫车来拖啦吼。哦，好啦，无遮麻烦你啦吼。袂啦，袂啦哦。 阿弟啊，食饭啊，你一定足枵的。好。
无？较细腻的哦，骨足烧的。好。阿辉啊，这个菜哦，拢你煮袂了。嗯。想袂到你阁会晓煮饭呢。阿爷有教我。哦，啊你阁会晓买菜啊？你有家己放伫桌顶，我就摕去买啊。对啦，啊你嘛讲咧。唔知啊，我下课转来就无看到人啊。阿辉啊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刚才店的头家讲你搁走遐，甲偷摕物件，对无？你唔免惊啦，我袂甲你拍啦。男子汉有就有，无就无，爱敢做敢担当啦。唉，这嘛袂当完全怪伊啊。我嘛爱负真大个责任，啊！不过偷摕物件就是唔对，唔管你有啥物理由，犯法的代志绝对袂用个做，知无？我知。阿爸哦，无读啥物册啦，啊！不过袂用个偷，袂用个骗，这做人的基本道理哦，我阁拢捌啦。人若是要踮个社会上徛起，靠的哦，就是这啦。你若是做袂到，一世人哦，就去互看袂起啦。我知。人讲细汉偷板布，大汉就偷工具啦。你这种坏习惯也是袂改哦，你这世人就去了了。我知，我也唔敢。这嘛是我一直对你真严格的原因啦。阿爸真细汉的时阵就出社会啊，啥物艰苦的代志拢捌拄过。我只是希望你会当知影是非，较早一点仔独立。后界哦，做一个有出头的人啊！爸，你放心，我袂让你失望的。嗯，好啦，阿无你赶紧食饭啊！我甲你提我。是你哦，什么代志？头家，是你啦！我之前伫这提一个棒，袂记拿钱，今仔日提钱来还你，请你原谅，我以后袂阁袂记你啊！刷刷去啦，后摆唔通阁袂记就好啊！多谢头家。等你，等你。客气啦，那是我请你的。真的哦，多谢头家，多谢头家。哇！哎，阿信，我来倒茶工啦哦。阿松山，免啦，你心脏无好，坐歇睏就好啊。我来看啦，我开刀了，一切拢正常啦。哎呦，你哦也是莫伤操啦，坐咧歇睏啦，莫搞伤头路啦。哎呦，你又无爱互我搬，还是咧牵死互我好命，坐遐做闲人是毋？关啥啦？你是
是我家己煮的茶呢。哎，歹势歹势，来啦，这有凉水啦。几岁的人啊，搁对人计笑嘞，实在心真宽。咱新村附近的海水啊，较无污染，空气嘛较清净。来这个沙土晒日头，扇海风，真正是足快活。就是啊，我以前哦看人钓鱼啊哦，拢无感觉。啊，今麦家己钓哦，才知影什么是钓鱼的趣味啊。阿秀才，你敢钓钓呢？哦，真是哦，足紧哦。哦，你运气真有够好，紧，紧收走，紧收走啊！哇，这摆看起来袂歹呢。佩莲啊，啊你镜头是安怎？叫你耳朵擦掉。哎，那安尼啦，我看卖者。袂啦，离我较远个，你手干有清气。哎呦，这耳朵啊，足大个，你莫凊彩摸啦，足危险个。哎、欸，是你把遐尔危险物件放遮呢，搁怪我去摸。好啦好啦，我等下哦，把遮物件放较悬个。安尼哦，就袂危险嘛。干那外只所在坑，不是办法啦。你敢袂用卖阁钓鱼啊？钓鱼啊是一个真好的休闲活动有无？啊，会当亲近大自然，啊，互我接受迄山海甲日头，安尼对我的健康嘛真好啊。啊，不过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啊，这届哦，害你哦，互迄鱼钩啊擦掉，是我唔对，啊真歹势。以后诶，我会甲这物件哦收好势，尤其是咧鱼钩啊，好不好？其实这毋是重点啦，重点是吼钓鱼啊是杀生，安尼毋好。你想看卖哦，遐鱼啊伫水内底，安尼自由自在啊，也无烦着咱啊，是安怎？咱要用遐尼尖、遐尼来鱼钩，硬要甲钩起来？安尼受残忍啊！大家毋是足济人伫咧抬鱼、食鱼，鱼啊嘛袂感觉疼，哪会残忍啊？白白拢是一条性命，你钓鱼啊就是杀生、造业，你敢一定要钓？哦，骗人啊！你莫想遐济啦，这只不过是一个一项消遣尔尔，你连这嘛爱甲我反对哦？小客有足侪种个用景啊，钓鱼啊是较歹啦。你知我这個人，无啉酒，无食薰，无跋筊，无爱昏迷。我只听一项钓鱼啊尔，你连这嘛甲我动哦？
做着什么歹梦啊？啊，做这就恐怖，就恐怖吧。就恐怖。还是偌恐怖？我梦到这红衣啊，伊敢若真平常，佮敢若无熟识，我唔知安怎呢？ 伊规身躯拢是鱼钩啊，搞出安尼啊！啊，你讲红鱼仔，啊，规身躯拢搞着鱼钩啊！迄红鱼仔吼，规身躯拢是花呢，啊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我想要把迄个鱼钩啊放起来，啊，我拢放袂起来，伊就一直搞，一直搞。 我梦到这红鞋啊，伊规身躯拢是鱼钩啊，搞出安尼啊！这个红鞋啊，规身躯拢是鱼钩啊，搁流出一花。这红鞋啊，到底是啥人的囡仔啦？ 做这个梦，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敢讲，甲我钓鱼仔有啥物关联？阿秀仔，阿秀仔。 啊，你是喷气啊？阿水哦，啊，是有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？咱已经足久无去沙都钓鱼啊呢。你看，无采你买这台三阶月的 DT， 结果咱遮两个拢无行去发挥啊，啊，你拢会感觉足拍算的。啊，最近是安怎？工课少无闲啊？啊，进前是讲啥物无想要做遮多，想要较轻松嘞？ 好啦，好啦，安怎？明仔载有闲无？遮尔久无去钓鱼啊，啊，你酒拢袂酒哦？明仔载啊？对啊，明仔载五点半，我会来遮，甲你会啊。但你讲好啊。佩莲啊。 你家己手底最近风险的个案，经理你也准备交出来？啊？你以后唔免阁做李干事啊？啊，陈总，陈总，规工坐办公室啊，包括搞嘛下午下乡哦，顶多袂较忝。哎，朱琳娜，啊你是安怎啦？都为我送快信。我靠！
就落来，春梅，你大辛苦。